卢中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大家好，下面我们继续向大家介绍欧阳询的画肚四碑的结构的主要特点啊。第一点，左放右收，左收右放，伸缩各具其志。为什么这么讲？就是我们在介绍汉字结构或者说楷书结构的主要规律时曾经说过，一般的是左让右，上让下，或者是左收右放。按照一般规律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画肚四塔铭这块碑里头，我们注意到有些啊还不完全是这样，啊，不完全是左收右放。我们现在看立字，这个立字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看，如果按照我们说的左收右放的话，那这个字应该是左放右收了。为什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禾木旁的这个横画，向左方延伸，非常长，几乎已经破除了我们一直把握的稍微延长一些，不要太长。你看它这个和这个竖钩几乎是一样长了，是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特点，这个也是希望大家今后在创作的时候，这种方法能不能照搬也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对待啊，不能说这个我想变化，我就把这个左收右放我全都改成左放右收，恐怕这样还不行，哎，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分析。那我们再看这个礼啊，这礼字这倒是左收右放了。多次讲到作为左右结构的礼，包括礼权的礼，礼貌的礼，还有我们今后写那个体育的体字，是吧？这个都是右半部的风把最后那个斗字的最后一行写的向右延伸的特别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举这两个字，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楷书结构的规律具体应用的时候一定要分析啊，一定要分析。这是关于这个左收右放。另外我们再看一个类型啊，注意看这个精，精神的精。我们看这是左右结构字，如果不说哪边宽哪边窄的话，单看这个笔画的粗细来说，一般我们都把左边写细右边写粗，可是他这字是左边粗右边细，又拧过来了，又成了一种反的一种。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或者说书法家，他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样把字突破自己以往的程式啊。他如果没有突破，完全按照一种规律这样写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精字，我们在这儿特别举这个字例子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大家可以看，我再写个精，和这个精我们可以做一下比较。另外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下九成宫里有个精，是吧？九成宫李全名里也有精字。
比方说我们写这个京字的话，我是这样，我把左边写的稍微窄一些，右边这个青字这横我写的稍微长一些，这个我是这样写的。当然我这个在处理这个字的时候和欧阳询写这个字处理手法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我也是在临习中才发现。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呢？这个是不是也成为一种普遍规律呢？值得大家思索啊，我们提出来让大家可以以后再去分析。我们再看这个同志的志，这个字的写法我们也是多次讲到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志很有特点。注意看，先看上面这个士啊，横画写短，竖画写得很长，这是上面的土。再看这是那个点儿，这是心字的起笔，在这儿稍过了一点，同时逐渐的加粗。最后完成这个卧钩。再看这个心字的第二点儿稍靠下。最后这个字我们感觉到从它这个看好像是土字偏这边，心字靠这边，左右分别向左右走，但是整个这个字还是重心很稳的，也就是像写这个心字底的时候大胆的把心字往右边移，这是它第一个特点，左放右收，左收右放啊。下面我们再看突出主要的笔画，收缩次要的笔画。那么我们现在看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现在像生叶这样的横竖画比较多的字，它把横画突出，主要是长横突出，把短横写得更短，尤其是这个叶子，大家可以看上半部这个横写长，下面这三个横写得很短，这样呢形成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可以试一下啊，如果把这个叶子的底下横也写得一样，或者说相对的稍宽一些，会怎么样？注意看，这是叶字，第一个短横，第二个短横，第三个短横，它是这样完成的。我现在呢，我在这个字的基础上，我把它三个横加长，我也没有全部加长，加长到跟它一样长没有，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字一下子就变得垮下来了，那种挺上去的感觉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把横的主要笔画突出了以后，其他的横画都要收缩，哎，不能都写长，都写长就谁也不突出了。下面我们再看呢，刚才说的生和叶是属于这个横画比较多的字，下面我们再举这个也是突出横画，但是它的折画撇画或者点画收缩。先看尾，尾字主要是底下这个女字底，我们看它的斜撇和这个撇收缩写得很小，而横画写得很长，上面这个合木这个合字也是写得很小，这样呢就形成了这一种啊近似于三角形这样一个形体，字变得很高挑，看起来字好像下面腿很短，由于这个横画拉长，字的姿态仍然保持着平稳。另外再看墨，墨字也是这样，它把横画写长，上面草头和中间的日都写得比较窄，由于它们的收缩
可以由任这个横画写长，下面这撇和点都收缩。我们仍然还可以做一个试验，这是尾，上面这个和要收缩，注意这个撇画收缩，撇折都收，这个撇也写短也不写长，最后把横画拉长，现在我们再做一个延长，把这个撇啊加长，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把它描。我们现在看这个字，当然红和黑在一起可能不是很舒服，我们大家记住这个先写短的这种感觉，我再把它写长，描一下。下面再看墨，墨字也是这样，这个都要收缩，注意横画写长，这个撇画再写点。这个字如果我们把这个也是像刚才这样把这点画撇成撇拉长点拉长，变成这样，再把它描下来，再描，虽然这个字显得更加端正，但是这种感觉和这种感觉大家在一起比较一下，似乎是有味道的，还是在这儿，这个好像是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但是要说从味儿呢，还是这种变化更好，这是它结构上的一个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撇捺画焦点紧凑，然后呢撇捺画收缩，尤其是撇画收缩，捺画又深。我们现在看这个凤字，凤字在我们讲九成宫时曾经做过分析比较，大家都还清楚的记得，就是这个竖撇偏左，三横中间竖撇向偏左向，这个竖撇呢而角度也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这个角度，这个它这个偏头偏得更厉害，而且它这个到这儿就收住了，不再往外撇了，相反这个捺画向右伸的比较多，同时它这个竖画倒拉的不长了，整个字的形态呢显得有些扁，不像九成宫的比较长。如果说这个字特点还不是很突出的话，我们再看这个字，首先看它的左半部，左半部写的稍宽一些，但是它的右半部这个这上面还有一点儿，但是它是没有，注意这个竖撇几乎就是一个竖了，就撇几乎这个撇尖啊到这儿很短，而这个捺画写的非常长。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字，油啊，首先横画拉长，注意下面这个右边这个字，这个小横不要写长，注意它这个竖撇基本上沿着垂直方向
过了横以后稍微也是有一点点向左撇，完成，再把这捺画写出来。这个油字，这是最明显的，他把这个点要一般的写法的一个撇到这边来了，收的很多，几乎变成了一竖。当然下边还有一个字，这个字是记啊，记东西的记。那么这个呢，因为比较模糊，大家在写这类字的时候注意，你看它的主要特点在什么地方，尤其是这个右半部，因为它是看不大清楚了，这边是车啊，实际上真正的写法不应该是车，底下还有一个部件。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右半部的这个笔画，基本上这个撇和这个捺就变成了一个长点儿了，它应该是我们现在看这个记字是吧，临写一下，左边是上半部的，左边是个车啊，刚才我们说了缺一个部件，我们现在先这么临着，这个是一挑，注意看这边的是这样的，底下是反文，注意这个撇有，但是写的非常小的，然后再写这个反文的这个捺。由于他这个笔画写的很小，本身字也小，以至于他这个撇就看不出来了，啊。下面再把这个部件写出来。注意这个下边的三点，实际上是一个小字，这样完成。再有一个，我们现在再看这两个字，就是在这个第三个特点里头是吧，就是左部抬高，右部下降。我们看群，群字君字向上，阳字向下了，跑到下面来了。这个字在九成宫里头我们也讲过，但是在这个似乎它写的更加显了一些。注意看这个君上抬的比较多，然后这个阳字靠下，这个点画很长啊，这个阳字在它的君字的下面出现，下面我们再看，从结构外形上看，这个也有很多字是属于需要把它按照三角形或者菱形来处理的，啊。首先我们看的身体的身，在讲其他碑帖的时候也涉及到，要想把它写好，大家都印象还可能很深。首先呢，就竖钩写长，横画不写短，啊。这个最后这横画应该写成挑或者写成提，这个撇从竖钩过来的时候不要写太长，紧挨着它撇出来。这是身体的身，我现在身体就扭着了啊，注意看，出钩写成一个横，一个横，这儿过来很少，挑，紧接着这一撇就在这儿，另外我们再看底下这个菜字啊，菜字，这个菜字的草头下边这个记的中间部分靠左，注意他这个把握着
你看，它一个特点，它把这个靠左的这个实际上是个月字，肉月啊。第一点和第二点，第二点往外撇的比较多，所以把这块撑满了。下面呢，我们列举了一些字例。首先啊，我们看这个华度寺跟九成宫李全明的有些字的结构的比较。当然了，这个字按说九成宫和华度寺区别不是很大，一个就是肥一些，一个小一些，一个大一些，是吧？但是呢，他们多少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注意看哈，应这上面这四个都是华度寺的选字，这下面这四个字都是九成宫李全明里的选字。如果我们从眯起眼睛乍一看，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是吧？因为这是版本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字跟这个字比，显得都稍微显得细了一些。我在这儿又特意找了一个，大家看这个“运”这两个字，这是九成宫里的“运”，笔画很细。这个是华度寺里的“运”，我把它，因为我刚才讲的是版本不一样，有的字口粗，有的字口细，所以我找的这个呢，就是四欧堂的那个版本。大家可以看，我把这个字放大到和这个韵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区别来了。虽然它比它小，但是它还没它粗。到现在为止，我们把这个欧阳询楷书的四块碑都做了从用笔到结构的主要特点的分析。下面呢，我们举几个字，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同样都是画度、愚公、九成，啊，与这个黄浦蛋四块碑的大字，我们进行一下比较啊。这是黄浦军碑的大字，这个是画度寺的大字，这个是愚公宫的大字，这个是九成宫的大字。大家可以看看，这四个大字，由于它的撇和捺的角度不同，是吧？所以长短、姿态不同，弄的字也不完全一样。我们只是举这几个例子，大家分析、对比一下。这是大字。另外，我们再看有，第一个是华度寺的有。再看黄浦蛋碑的有，我们再看一下九成宫李全明的有，最后是愚公宫的有。通过这四个有字的比较，也可以看出了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从月字看，都是瘦长，但是要是从这个撇和横的关系上看，注意看这个华度寺、黄浦蛋、李全明，就是这三个有上边的撇和横几乎是在中心线上，但是呢偏左。再看愚公宫碑，这个撇画就是我们今天在前两天分析的重心往右跑，重心往右跑。我们下面可以做两个示范，大家比较一下。我们先看这个李全明的有，先看这个有字，我们再看这个愚公宫的有，
如果按照撇和横的交叉点来看，它和这个月字的不在一条中心线上，也就是说这月字往这边跑了啊。我们从这四块碑的四个有字进行分析的话，也看出来了，就是在字的中心线和每一个部分与中心线的关系上大有文章可做啊。关于这四块碑的比较以及画度四结构的主要特点，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